帅哥。什么？好吧，小雷，我很荣幸能和你共事，握个手。欧文，你快点让开，你不要。他觉得自己是迅猛龙。产生了幻觉，这是五个症状中的第四个。如果不敢在最后一个症状出现前解毒，他就会……就是这样。你怎么能跟他们一起合作呢？我之前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打算要摧毁侏罗纪公园。不过我会把我们救出去的，再找救兵来阻止他们。跟我来。也就已经太迟了。但愿他们不是在争吵，谁能先吃了我们？朋友，对吧？欧文，我知道你是有意识的，我知道你听得见我，抵抗着幻觉。你喜欢我还记得吗？你说了是那种喜欢，而我也喜欢你。太好了。好吧，下一个办法。姑娘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我是你们的朋友，你们也知道我是欧文的朋友。如果他想要伤害我，你们就知道他肯定有哪儿不对劲，对吗？我们必须去帮助欧文。就是这样，必须选中正确的。如果只有正确的话。哦不，没时间了，必须做选择。要不就这个蓝色的吧。欧文。炸薯条。